要跟林副总结婚啊？我会当看到你穿新娘衫，戴着胸口，我就放心啦。所以你嘛会当上卡打响，登记水产指挥。哎，出听你放弃。你回答我啊！拄只马德林讲，周安迪今嘛伫个护证事务所，要登记结婚，想抓你的爹家。你为什么开始哦？爱好啊，了解你的太太。伫个未来，我会予你更加侪 surprise。这个高艾伦哦，实在最厉害诶。包括安迪副总是东北贵爷邱中心。我是啥物啊？新梦先生为着要跟妈做伙，要离婚。嘿，我若无甲阿玉阿手牵条条吼，我看伊未安在哦，就会死落来活了个一间厝啊。啊，不过我就是无法度控制，我想要对阿玉好。为啥我有这么强烈的想法？我为啥无法度控制我自己啊？咱大家以前同款好不？我们就是安尼。我不甘愿，这地上放野母的，无来人下手走，我不甘愿，我不甘愿。社会肯定是人为重，应该是有人针对妖物。到时阵，若是有人搁讲到什么禁锢啊，是谣言，我就提我的头来见总裁。你好好做，我无想要提你一低头。还是该如何合约啦？视听监控会给偷进行纠正，到时这条都应该由发哥出面来处理。卡斯会当找到凶手，甚至是幕后的主谋，万岁会当把损失讨回来。这敢不可能？阿伯是幕后主谋。